吓一跳的真实反应。My husband snoring in his sleep and scared the baby.哎呀，马上今天运动量就达标了，我给你换个音乐。下课吧。祠堂门口偶遇一只小猫咪，它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当你喝咖了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说。被吓一跳的真实反应。我一出脚下的
在世间，沿途被命运。大饼啊，问喇叭下咱卖呀？问喇叭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宝贝呀，你告诉妈妈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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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妈妈，你告诉妈妈你是怎么从被窝里面下来的，还偷吃了。你觉得一个男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感觉最骄傲的事儿，当过兵。嗨、小家伙本来只想吓吓妈妈，没想到自己也被妈妈吓了一跳，这也太敏感了吧。天哪，原来是我老婆在唱歌，还挺好听的。你看你吓着了吧？难道你拿那句破伞给他晃的了？我操！10点钟。干啥把你勒紧？再见，再见，哪里？咋了？被吓一跳的真实反应。滴答滴答滴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他？
兄弟不要吵了，睡觉吧，我就隔壁的，我不还在吵。你吓我一跳。你吓我还是我吓你了？保持间距两米，做海分大同志。有人。哎，站，出去！是吧？嫁了被嫁了，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兄弟啊，兄弟，你睡着了吗？这才几点你就睡着了？走，我请你吃烧烤去。哎，你乒乓真丑，靠，打你都。要去夜跑啊？啊，来，给耳机戴上，戴上。我给你放上音乐，保你健步如飞，又动力又激情。行，跑吧。好嘞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真的好害怕。世俗重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我就是正义的假面骑士，哈哈哈哈！那男的我，那哎，快点，你快洗啊，肚子疼。Ha ha ha!